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简科技，我是简哥，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。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和手机分开之后发现自己的手机被人动过，而动手机的那个人我们完全不知道是谁。那么今天我就为大家分享如何知道是谁动了你的手机，这里我们只需要一款应用就可以了，而这款应用我也为大家准备好了，一个关注视频中同名微信公众号简科技，回复数字2357可获取。获取之后我们直接打开应用，然后根据它的提示打开权限。应用的权限和大家说一点，一般通讯录的权限我们不要给。打开权限之后我们点击这里的激活，激活成功之后我们打开这里的入侵检测，下面是选择输错几次密码就拍照，这里我们一般不用管，直接一次就好。下面我们就来试一下，我现在故意输错密码，然后打开应用，再点击这里的照片日志就能查看了。如果大家要删除这个应用，我们将这里的入侵检测关闭就可以了。不过这款应用目前只有安卓手机才能使用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，更多精彩内容记得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